这一间是6031。那6031呢，粉粉的粉粉的，是我喜欢的粉粉的感觉。这一间呢也是有浴缸的，这一间有浴缸，6031有浴缸哦。那这一间呢可以看到是花鸟，有花有蝴蝶，有感觉是等于在画什么呢，哦，整个是那种感觉是花园的感觉，画花园。哎，还有窗户看外面的雪人哦。那这一间的特色在于它是两层的哦，小朋友呢很多人没有睡过这种两层的哦，难得出来会睡特别的床，是上下铺两层的。有些人在家里他真的没有睡过这个，他就觉得哇这个好特别。那像这个我跟你讲过，如果是上下铺的一大床的房型，它的特色呢就是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室内比较小的话，但是优点就是它就会有浴缸哦，就像这样有浴缸的 OK。 好，所以不管四人好，或是原本四人或两人去改，但是它一定有都是大落地窗，采光都非常大的落地窗。那这间的话是一大床一大床，再加上下铺，好，这上下铺，然后都放了非常可爱的这个，上面还有它配合颜色的棉被，配合这个颜色的棉被，还有摆了一些抱枕，可爱的抱枕，让小孩子可以睡觉的时候可以，有的人喜欢抱着抱枕，像我们家虽然这么大咯，他还是会抱东西睡觉，我们家弟弟就会。好，那可爱的上下铺是可以满足小朋友他们从来没有睡过上下铺的一个感觉，来体验看看上下铺是怎么样呢，但是要小心安全哦，小心小朋友的安全哦。好，这一间呢是属于窗户看外面的，看花园吗，也是有看到青蛙，蝌蚪，好可爱，蝌蚪小蝌蚪在那边，还有青蛙。好，这一间的话呢是上下铺的，有浴缸的，要记得哦，赶快做笔记哦。 OK OK。